为着陆用测量雷达，是我国首次将相共振体制雷达用于地外天体着陆测量。在着陆巡视器进入火星大气后，相控阵敏感器加电进入待机工作状态。在着陆巡视器抛大体后，相控阵敏感器转入测量状态，能在预设的9个方向上任意快速切换，实时选取4个最优方向的测距测速信息，用于着陆器减速、悬停和软着陆控制，保证着陆巡视器安全着陆火星表面。